大家好，我做了点相框子。这个相框子啊，说真的，做时候我是有的地方是拿机器做的，因为我做的太多。这一溜是16个，我那屋里还挂着29个，所以说你那么些个。真的，我拿手工做，真的做的费劲。所以说我一看批量大了，我就用的机器呀、拉着口嘛的。咱说说这金矿子啊，要是说这金矿子现在啊，做那么些画的，那么些个东西的，那做矿的人太多了。说真的，我不能说我做的矿子好，看了吗？这矿子看了吗？你就这样搁了，就这些个，哪个都行，看吧，这都是嘛脚都没下的。我主要是说什么呢？说说这里的活儿，咱看看这里的活儿。所以说，有的人啊，做完了那框子啊，完事之后啊，咱说说有几种活儿啊。看吧。这个活儿，看了吧？要说这个东西，这个活儿要我们原先我所说的，这就叫揣手家，看了吗？这个上有一个工的，这里一个模，这个上一个工的，它又一个模。所以说呢，你这个活儿啊，你看啊，如果说这一个工一个模了，这头是一口了，这个头光出工，这头出模了，写的活数就不舒服。咱俩家看，你看了吗？所以说这种活儿，我下一个教，这些都下教，就是嘛呢？你反正，我再说说这活儿。等一下把，行，不拿了。就说有的活儿呢，咱说是嘛活儿呢？他有的活儿，你看咱这个活儿，不管拿哪个看这个活儿，他这活儿有的是嘛呢？有的是啊，在这哈拉个片儿，洗下1块钱，回来之后呢？再找那块皮儿趴，有的呢是粘完了之后，咱就拉口，弄个片儿铲去。过去我们老的天那个牡丹的嘛的缝纫机那抽屉嘛的全是这样做的，但是那个活儿跟这个活儿比，那简直就差的不是一个档次。这个活儿只要歇哈，说真的就这个看着，你拽它都不带动活了。所以说，这个金矿子在这样的相框子，如果要是真的正常的使用，那肯定传几辈没问题。我说的一辈最起码得5、60年、7、80年吧，对吧？反正一样，100年肯定不会有问题。你看，我给下一个胶，你看看这东西是个嘛概念就行了。我下胶就不想用这个嘛玩意儿，不想用这个，这个刷子，我要刷子，有刷子它磨呢。更麻烦，你看啊，咱一下你就知道一写活这个东西，就知道这个活舒服不舒服你看外边做那框子，说真的，我不是说你甭看它花花绿绿好看，我真看不上它。你在这种框子，你要使用上，你就踏实。我就踏实呢，你就使用吧，没个坏。你看这个是架子活啊。啊，就这样，啊，一点一点的把它卸进去，这脚要下好，啊，4个角都卸过来，这个框子。就应该没问题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它这个本身是八字啊，我就说这个45度切的角啊，它切完之后啊，如果它沿了，基本就是方的。所以说，你看了吧？这个东西看了，就这样卸进去，卸进去之后呢，尽量啊把角擦干净，因为什么呢？框子太多呀，将来你要一刮角的时候，你看，也别说你倒了，你小不要动静，他都不来事儿。
这就是说因为啊你这个东西啊从这么上这么扎它劲儿脖子，你从这么上这么扎它劲儿脖子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是你看永远不有事儿的，它只要不劈了就没问题。看到我这是个平板，你看你敲就敲出来了，这是实招的。如果你比如说的话，这个东西就加这样一块东西，它是扎的，所以说它这里不牵扯。你看，现在哪个都是舒服，所以说这个活呢，哎，就那么活，拿个方式放一下，咱也不能说不慢玩，哪哈差点磕了磕了就行。你看这个多少有一点，多少有一点。我不知道摄像机能不能照，你看你要摄像机勾上这一块，你看看，老方老方的了，几乎就是没毛病，对吧？这个活呢，我再敲着敲着，它也就算是完活了，那也不多。这个敲时候到门后敲时候，一定要拿手弄着点儿，啊，这肯定没问题了。咱再来一个。哪一个都这样，因为我这个槽啊，是机器拉的，看到我这家吗？个个都一样，你拿到哪头，然后把它拉大点，叫他们看看这家。这个家你做出来这个活，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你看有那金框子，老怕摔，怕磕，怕碰的，这个金框子，真的绝对不怕碰。所以说香蕉啊。你出了嘛呢，出了木头折了，应该这口都不会开。这个地界拿刷子有时候还不如拿手了，这手啊是一个最灵巧的东西，你拿刷子，因为白标它也不伤手，你要是什么黄树脂啊那个咬了咬啊那就不行了，咱用不着那个脚，看到吗？一直开始在那歇。你拿这个榔头一敲，它这个印儿，你就感觉出来它湿了，应该就不会出大问题了。你看，有时候拿机器辅助点做，你看，啊，你看后头，应该不会有大问题。不了了，也是这样。这个哈，一点都不带差的，啊，就一个。回来之后搁这上压上点，再来一个。咱要寻思弄，因为这种视频呢，你要是写不过，你写起来。从哪门都能打开，因为它是活夹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你比如说，你要说你让我拉呀，说真的，人家有时候在那说你这视频拍了，除了写活，实质上说真的，我拍了500多集视频了，啊，头条里有基本都在头条，优酷里有大部分。你要是急急拉呀，说真的也就没嘛意思了。你天天那么拉，这个东西就不那么舒服了。
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大伙看看这个东西到差不多时候，主要是看那个结构，这结构你看懂了，你有基本功，你就能做了。这个要到时候一打磨呀，就行了。这个活儿牵扯拉的口的时候用机器啊拉的，它比较准点。你要拿手工的，也能做到这样，但是它挺费劲的。你看看。把它拉大点，你看看。对，应该它不会有问题。这个东西我跟你说，什么卡子一系列，嘛也不能上。你上了卡子，你倒是问题。其实，要把活做好了，解决活呀。真的，你写多少它也是一个动作，全是这玩意儿。到现在这个程度就是一个熟练工的问题了。但是我这个呢还是尽量别错头，错了头装上也应该问题是不算大，也是机器的呗，有的地方除了手踢的踢。一会儿啊回来之后啊，我呢有几十个框子装好的，里头装相片儿。回来之后呢，咱再看看就行了。看着装的时候看着有点不太舒服，这个装的时候。应该这框子都八九不离十，你看，几乎都没问题，啊，这有一个，还倒些，算了，反正这个我打开看看就行了，看，全是一个活。行了，一就把这个弄成不错，你写多少也是这种活，他这种活他。他应该还就算是挺舒服的。这个人家说洗劳干活啊，就是好像有点脏，不是说脏，你要是拿那个刷子，它不如手快，这手多省事儿啊，把榫头一磨，这头是锅，这头是模，一夹就完活了。你要是哎，人家说干活先让它印进去，印进去啊，它就不好扎这东西。
标一擦呀，特别干净的时候，这个活肯定是严了，你知道？这个根本就不会有大问题吧？它几文了？你看，它几文？它严了，它就问题不大了。这都是算了，咱不写了。你要写这就没完没了了，好不好？这啊，反正我的情况我不敢说别的，保证穿几辈没问题，好吧？就这样。